个有仪式感的盛行吧，非常紧张。今天是星期五，今天有很多的第一次啊，第一次去开车去机场，然后把车停在机场啊，明天晚上我再回来，这是第一次把车停在机场，然后第一次送我女儿，送我的孩子去上大学，我女儿被 UCB 录取了，然后明天她必须到达去报到。可是你知道吗，这之前发生了很多事情，非常紧张。今天上午我女儿还不跟我在一起，她在追星，去明星的见面会，我要去开到她在的那个 convention center 去接她，然后再去机场。然后呢，房子那边房子已经租好了，然后过去的话要今天晚上才到。其实本来最好就是前两天去，但问题是他今天有这个活动，他必须要参加，搞得我就做家长的就好被动，只能配合他。然后他在一边追星，我们一边紧张的准备，然后去接他送他去。然后因为是晚上到嘛，那个房间肯定什么都是没有准备好的，乱七八糟，那又得帮他安排，就是第二天去买一些房间里要用的东西，桌子啊什么的，床上用品的话倒是带了，那带了的话啊，总之可能会有一些很多事情他一个人可能会比较措手不及吧，比较忙吧，所以的话也是他第一次去外地，一个里程碑，要离开我们去开始他的学业，然后将来的话还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越走越远，这个谁知道呢，对吧？所以今天来说就是一个有仪式感的送行吧，然后陪同他去上学，然后他读了两年的社区大学，然后现在被这个还是很好的一个学校被录取，那我也没话可说，对吧？他还那个申请了助学金啊之类的，都是他自己弄的。那也是，事实上从金钱方面和一些具体的申请学校这些方面的话，我确实是没有操什么心啊。那现在只是一些生活上的问题，那我也就不抱怨了。那现在就出发啊，20分钟后到那边接他，接到他之后就往机场去。然后因为是第一次去那个停车到机场，所以我只是网上查了一下，我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。因为以前认为把车停在机场是很贵的事情，那现在查来说的结果就不是很贵的，20几块钱，20多美金一天，所以那是我能接受的。所以不是能接受，我是觉得蛮便宜的，在50块钱50美金以内我都觉得是可以接受的，总比我打车去打车回来花到100多块钱还好吧。还有这次到了那边之后，我也是租车，一开始没打算租车啊，因为那边公共交通也还挺方便的，哪怕打车也方便嘛啊。但啊，明天要帮他去宜家去他给买东西，所以的话有个车更方便，所以的话啊，到了机场之后也会租一个车。那这么多人，估计就是他们追星的那些啊，在排队还有没玩的，他不得不要走。他的时间，我女儿没有办法，这个时候要走，要不然他会继续在这。是这个。现在我已经在这个 convention center 等了10几分钟了，我女儿说还在里面没出来。刚才我看到很多人这边排队，我也搞不清楚他们是出来还是有人进去。我在等的时候，刚好我就把那个停车就已经订好了，那个是15块多一天，待会2点钟开进，然后到明天半夜2点钟才取车，所以算2天就30几块钱，还挺划算的嘛。是吧？
就是如果你要去哪个地方，你开着车把它停在那里，你的车不用的话，就是没有人要用你这个车，那其实还是比你打车去机场和打车回到家要划算嘛。嗯，15块钱，15块多，一天。待会我们进去那停车场就知道，它那个图片显示是一栋楼，然后也还有很多价格差不多，大概10多块到20块，20几块这样，上下的，有好多是酒店，大的酒店，凯悦啊什么。万豪啊什么，你看这里好多人拿着椅子帐篷等在这，我就是看演唱会占位置，我还怎么的，待会问我女儿就知道。哎，女儿就是啊，老大没办法，她我刚才等了那么久，她出来是另外一条后面的那条街，她也不肯走过来，要我绕过去。哎，没办法，那就从命呗。进去，可没忍住那个一些活动，不是你看的，也算是吧，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活动。今天是像你之前看的那个 K-pop 的那个节吗？电影不是那个音乐节一样的吗？就是拼盘的演唱会啊。刚才有一个很大的那个 50 是你们要看的吗？有个车，它就是烤的现做那个面皮，它就是现烤的那个面皮，然后它就是跟面包不一样的感觉，是跟面包一样，但它那个很薄啊，那个中间的东西都肉。我们已经把车停到这个停车场，这个 shuttle 已经在这边等了。估计也就最多就等15分钟到20分钟吧，然后这还有个候车室，可以坐着，有空调，还不错。今天他那个满了，他就有人帮我们这个 valet 帮我们免费停。然后他是在那个楼上那个 departure 那边下车和上车。我们的航班是 Alaska 航空的，好像是美国第五大的航空公司吧，哎。也是第一次坐这个航空公司的，待会儿跟着我们一起看一下。我们等了蛮久的，因为我们都很顺利提早到了，所以刚刚在这里睡了一下。差不多要登机了。